OK，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7月17号，我现在是在纽约法拉盛，这边是这个美好城市监护理中心，这里是这个罗登布鲁瓦叫牛年水的地方。然后今天呢是这个熊年牧师在这个美好城市监护中心做第二次的布道，然后呢我跟大家做一个记录，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找来看。秩序是他安定的，哎，这个上帝在拯救的耶稣里头，人们可以过这种比较安稳的生活。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爱我们，他拯救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福音呢，是上帝道成肉身，所以结论就是，圣经没有一个的反对战争，尤其是那些防卫性的。和这个正义性的战争。如果你的命治好，上帝啊，你给我那个职位吧，都会，我们的上帝都会。但是我们的上帝还有比那个更大的。圣父、圣子、圣灵三把火是与你同在、同行、同工，哈利路亚！所以你早就有神的命令，求上帝让熊院的这个熊家的一把火，加上圣灵、圣父、圣子的那三把火呢，能烧遍一些败坏的、黑暗的、堕落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时代，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以后，他们渴求更多的东西，更大的东西。哎，我们这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上帝。